好了，今嘛请这个英杰，我这是英杰，哦，英杰，英杰是1972就来波士顿，我想在座大概无几个比来到到波士顿更加久的人啊，所以请英杰来讲几句。两三礼拜，啊，要去前迄几单拢要放互你㖏吼，
哎，公，伊公，阿伯，迄个就是我在那个 Cape Cod 有一个别墅啊，你有空礼拜天的时候再去好了。你那个 weekday 一定要在这里做。不过那个一两个礼拜，我太太跟小姨子跟她的 family 都总共来了好多人，在她家待了一个多礼拜，他们非常痛快。啊，即摆伊在倒转来了的时讲，我讲哎，啊，今日我这间这间收拾个行李，用唔免啦。他刚来就是考，就把它当你自己的房子就可以了嘛。我说是真的吗？我说那当然真的。所以呢，我这个 key 还在我这里，因为他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。所以呢，以后你们如果要去 K Bar 度假的时候找我。